伊迪丝还有谢医生，都是你的好朋友，我爱你，也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喂，喂，俊斌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把希望医好给埋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药没有通过动物实验。你说过，这药的治愈率理论上有10%。如果千帆用了这个药，那恐怕不会是九死一生。 而是十死无生，剧烈的疼痛会导致他的器官衰竭。喂，妮娜姐，怎么了？小面包，屋里屋外都找遍了，都没看见奥利。